Hello，迟到的新年快乐。刚才呢去洗漱去了，所以就晚来了。3点过了，大家应该也都睡了吧？2022年呢过得好快，对，不知道今年大家干了些什么呢？今年呢我就出去旅游了一下。考了个驾照，然后一切今年都挺顺利的，工作上啊，学业上啊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不知道大家呢，最近在干嘛呀？我最近呢，在忙舞台，然后就是忙期末周，有很多论文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2023年，希望能跟大家他们出去旅游一趟，然后开一个万人演唱会，开一场，对，希望能早点跟大家见面吧。2023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，然后每天都没有烦恼，每天能吃好。睡好，玩好，自己心想的事都能够成真。对，2023也希望自己，能做出更多更好的一些作品出来。对，希望自己也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去做很多很多事儿。2023就是希望一切都美满。然后，各位晚安吧，早点睡。明天呢，还得录作业，然后我也得睡觉了。各位晚安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Go。